大家好呀，我是阿芳，欢迎来到我的课堂。今天呢，我们来学习一款漂亮的钩针小兔子。我们可以做装饰，比如你钩背心啊，钩衣服啊，我们可以缝在这个衣服上面。像我这个呢，就是跟前面我教的那个森羽的背心呢一模一样的，结构啊，还有这个大小都差不多。这个呢，我就是用的五谷牛奶棉，然后呢。这个背心呢，我就不教，因为已经出过教程了。我这节课呢，主要是教大家钩这个小兔子。大家要准备三种颜色的线，白色、红色、黑色。这个红色呢是钩这个小蝴蝶结，然后黑色的呢是我们是缝它的鼻子跟眼睛，看到吧？我这个眼睛缝的有点小，等一下多缝几针哈。这个呢，我用的是五谷牛奶棉，然后呢，工具呢是用的4.0的钩针，我们还需要一枚缝合针，把它缝合在上面。这个蝴蝶结也是另外钩了缝上去的，它是从中心穿起，然后呢不断的往外面钩。首先拿出我们的主色白色，当然这个蝴蝶结呢你不一定要红色，你可以钩蓝色呀，还有紫色呀，什么都可以哈，没有规定的，只要你家里有的零件就可以。我们这个线呢，在手上绕2个圈，然后把钩针插进去，钩3个锁针作为起立针。好，继续在圈里面钩。这一圈呢，我们总共是钩，加上起立针，总共是12个长针。我用的是五谷牛奶棉，如果你用的是四谷的话呢，你就钩14针。2、4、6、8，把这个线头拉过来，9、10、11、12，好的。然后呢，我们首尾相连，找到我们起立针的最上面这个锁针，给它引拔连接。完了呢，我们把这个线头给它拉紧。好，拉紧了以后。我们开始钩第二圈，一二三，好，在第二针上我们钩2个长针，这一圈呢我们就是钩12个长针的加针，在每个针目上我们钩2个长针，也就是说这一圈钩完了以后，我们总共是24针。这个呢跟我们平时钩帽子、帽顶它的钩法是一样的，前面3圈一模一样的，也就是说我们第二圈呢是每一针上面都加一针。第三圈呢是隔一针加一针，然后第四圈呢就开始有变化了。我们就要开始勾出这个兔子的形状，因为它中心它就是一个圆形。好，这2圈就大家自己勾吧，好吧。我们这一圈结束的时候要注意哈，就是在最后这个勾完了以后，这个第一针的起立针上，我们要在这里补一针，好吧？大家勾吧，勾了我再来说一下哈。好的，这一针勾完了以后呢，我们记得在起立针这里加一针哈，因为起立针我们只勾了一针。好，然后呢也是引拔连接，一二三，好，第二针上我们钩一个长针的加针，也就是钩2针，第三针我们不加不减，第四针又加一针，看到吧？也就是说这一圈的规律呢是隔一针加一针，钩完了以后这个针数呢是36针。好的，这个小兔子的中心部分呢我们就钩完，现在开始钩这个最后一圈。我们先引拔连接，把这个拿开来。好，然后一二三，在起立针这里呢，我们再勾2个长针，也就是说，在同一个针目呢，我们勾出了3个长针。好，第二针上我们也勾3个长针。好，这里呢6针了哈，然后我们在第三针上勾2个长针，看到吧？这里总共勾出了8针，在3个针目上我们勾出了8针，后面呢我们就不加不减的勾10个长针，一、二、三、四、五、六、七。
八、九、十，好的。勾完了这十针以后呢，我们跟这里相反哈，就是对称的。我们在这里勾两个，第一针上勾两个，第二针上勾三个，一、二、三，好。第三针上勾三个。好的，这个兔子的主体部分就完成了。我们现在开始勾这个兔子的耳朵。兔子的耳朵呢，这里呢，我们是，它是一个三针，三针，然后中间隔了一针，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你要数下这里多少针，算下多少针，二四六八十，十二十四十六十八二十，二十。二十减掉七针是13针，我们就这样哈。你看，一、一、二、三，这样，给它直接到这里。好，一针、两针、三、四、五、六、七，好的。然后呢，开始勾耳朵，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好，勾了12个锁针以后呢，我们大家看哈，倒二回勾，我们第一个锁针不勾，在第二个锁针上我们勾一个短针，好，后面这一针呢，我们勾一个中长针，好，接下来呢，我们勾长针，一、二。三、四、五、六、七，好的。然后呢，勾两个中长针，八。九。好，这里呢，我们看到吧，跳过一针，然后在第三针上，我们勾一个引拔针。这个第一只耳朵就勾好了。勾完引拔针以后，我们在这里勾一个短针。好，在这边勾一个引拔针。开始第二只耳朵，这个耳朵呢跟这个勾法一样的，啊，就是勾十二个锁针，然后倒二回勾，勾一个短针，一个短针，一个中长针。7个长针，然后呢2个中长针，就跟我刚刚勾的一样。这个稍微有一点的，比如你这个短针多一个，或者说你中长针多一个，这个中长针少一个，它都没有关系。只要你勾出来这个形状大概是这个样子就可以哈。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喜好决定。你比如你嫌这个耳朵太长了，你可以勾短一点，自己去决定。反正是短针、长针、中长针，哦不对，短一针短针，一针中长针，中间呢是长针，最后呢勾2针中长针。我们调整的就是在这个长针的位置调整。如果你这个耳朵短一点，你就少勾几针，比如你勾10个锁针，然后中间这个长针呢，你就减到5个就可以，好吧？这个呢，我就不带大家勾，大家自己完成另外一只耳朵哈。好，姐妹们看一下哈，我们这里最后勾了2个中长针以后，我们跳过一针，在这里直接勾短针也可以。我们剩下的呢，就全部勾短针。这几个短针一定要勾哈，因为它是对面我们勾了，这边也要勾。然后两边呢，你多一个多一针少一针，它都没有关系的。好，这里引拔一次。这个主体呢，我们就勾完了，看到吧？一个小兔子。大家呢，如果你是勾这个杯垫的话呢，你这个线头可以直接剪断。如果你是缝在上面的话呢，我们就要留一段线给它缝合。缝合我就不教，大家自己缝。我们这个耳朵呢，缝好一半，也就是说，我们上面这一半缝到这里就可以了，不要全部缝死，全部缝死了不好看。你看它这样是不是更可爱一点？留了一点点，留了一半，我没有缝死。然后呢，现在我来教大家，勾这个小蝴蝶结，好吧？蝴蝶结呢，我就用红色的吧，红色的喜庆一点。好，我们圈起。
好的，先勾一二三，然后呢，勾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好，一二三，我们勾一个引八针。好，开始另外一边，另外一边我们可以之间，刚才这里呢，我们不用引吧，还是勾短针吧，我觉得勾短针更方便一点。我们直接勾一个短针在这里，勾完了以后，一二三，好的，我们在这边呢再勾四个长针，这个线头的浪哈，线头等一下我们就用这个线头给它把它固定到这个耳朵是这个兔子上面，好，因为这个线头你不要看它现在这么短，等一下拉下我们就蛮长了，看到吧，足够了，好，这边呢大家就可以给它剪断了。你看，我们就用这个给它固定在上面，是不是很好的？等一下缝上去就可以。现在我们开始来缝这个，缝这个眼睛，眼睛跟鼻子。我拿这个小一点的。好，大家看一下这个鼻子的位置哈，鼻子的位置呢，我们就在这里，第一圈看到吧，第一圈的这里，正中的位置，我们找一个正中的位置。我这里因为没有这样对折，不认真，所以呢，它就有一点点偏。好，然后找到我们起头的地方，给它穿过去，或者稍微下面一点点起头的地方吧。好，现在我们把它这个线弄成双线吧。好，还在这里，我们再勾，再缝一次。好，再缝一次以后，我们这个往上面一点点，看到吧？好，然后从这边过来。好，这个小鼻子我们就缝好，然后开始缝这个眼睛。这个眼睛呢，大家找到第一圈、第二圈，第二圈跟第三圈交接的位置，我们这个它差不多跟这个鼻子位置差不多。看，这个呢可以。缝上一点也可以缝下一点，它没关系，往上面缝吧。好，然后这边也是，这边要对称哈，看到吧？要跟这边位置差不多。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位置，如果觉得不合适呢，我们还可以调整的。眼睛一定要对称，要不然不好看的。你看，我这个就是用双线缝的，比这个小的眼睛，这个眯眯眼好看。大家有没有觉得？它要是少了两个耳朵，这个耳朵如果是圆的话呢，它可以干嘛呢？可以做一个小熊，因为今年是兔年嘛，所以我觉得做一个小兔子。然后大家看，如果就这样一个杯垫，或者说宝宝的毛衣上面，你宝宝的旧毛衣上面，你觉得不好看的，给它缝上去，是不是特别漂亮？看，我是打算这样的，这里装一个。我觉得这样全部装不好看，因为毕竟这是一件大人的毛衣，做三个不知道好不好看哈。或者说前面一个，后面一个，我这个缝我就不教大家了。这个呢，我觉得特别简单，没必要是吧？然后后面的线呢，大家可以自己固定一下哈，自己给它固定一下吧。缝上去就这样直接缝。你这个线头在这里呢，我们就直接从这里缝过来一圈，缝过来，然后这个耳朵这里这样缝，看到不？我再说一下线路哈。就是这样，这里缝到这里，然后我们这样，耳朵缝一半，好，回来，我们从这里缝，然后又缝这里，这里一半回来，你看这样一半缝过来，
这个蝴蝶结呢，大家可以用这个线头直接给它缝上一两针就可以。这个线头可以不用剪断，你等一下这个线缝两次呢，差不多也是这么长，就让它放在这里也挺好的，好吧？做两个飘带一样的。好，这节课呢就到这里哈，我就不继续讲了。这个背心呢，大家如果喜欢这个背心，可以去看我前面的教程，就是刚刚出的，就是深羽，差不多也是这样的祖母方格。我这个呢就比深羽还简单，深羽它是几种祖母方格组成的，就是灭零线。这个呢我就是全部是用的一种，啊，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吧。好的，今天这个小兔子教程呢就到这里哈，感谢大家观看。